杨千玺不露脸是上综艺，娱乐圈团宠实锤了。明明那一天里的好四个字、左手右手一个门洞，不能动作啊！他们是一个团体，三个人的团体，TFBOYS， 其中一个。四个字的一样谢谢杨倩的杨千玺弟弟那金昊跟千玺你会选哪一个好、灵魂拷问1、2、3千玺瞬间金昊已经从脑海里飘过了是吗哎、我媳妇儿是千玺的粉丝，张馨予是千玺粉丝。来问一下，就是现在流行的这些男团、女团当中，有特别欣赏的，就是年轻偶像。我随我老婆嘛，我老婆喜欢千玺。哇哦！我觉得他跳舞也跳得很好，然后演戏这小孩很有天赋。然后关键是我们听了很多他私下里觉得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安排一个帅哥给我吧小鲜肉吧想到谁呀、易烊千玺易烊千玺好不好谁呀、你都不知道你要不要搜一搜易烊千玺要我听过这个名字的对很红的然后也很帅的太好了任他做那个干儿子可以的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少年的你一样精彩没有易烊千玺有的争议我是后来才知道在香港他在香港不是流量没有什么人知道他的所以他在我们这是一个工业展讲现在今年一定超过去年应该已经是1700个业内的人士组成的这个是一人一票投出来的，就没有人能左右他们的。所以易烊千玺他，我自己看了那戏，我觉得他很好啊。因为其实这个没有在香港，我觉得他拿奖，我认为绝大部分的行家是认同的。这个是行业奖，要我要强调，行家是。